绿绿地，绿绿地，像草原，像森林。时机，什么时机？我感觉就快要窒息，听你在放屁。你说了我不会忘记，我们去过广西。你讲的我从不怀疑，现在就怀疑。我对你全心全意，你怎么那么恶心？当我那么的想你，你缠养别人怀里。G I E E N G I E E N P。我无法冷静，冷静我崩溃的心。GIENGRE， 我还在发抖，发抖的好像生病。哎呀哎呀哎呀，哦，发抖好像生病。送你的衣服怎么在他身上？你说天气很冷，借他穿很正常。我以为会幸福，承诺竟然赊账。你还理直气壮，到底怎么可以这样？曾经对你发过怒誓，说我不离开，但是现在没办法，我就是要离开。我只好去找我的下一任，再去找我的。送给你的耳环，你总是说不喜欢，我总是把心给放软。我就想跟你解释，因为我快要崩溃啊。GIENGREN GIENGREN，我总是找不出爱，找不我的想象力。GIENGREN，世界根本就在浪费。GIENGREN，我决定不哭，不哭才会更美丽。超精彩，超精彩！我想先讲一下，这个曲跟词是你们一起写的吗？对，歌词是谁？一起。绿绿底，绿绿底，像草原，像森林。绿绿底，绿绿底，像抹茶，像北一女。绿色很照顾眼睛，我是该感激。然后副歌也很特别 ，GIENGREN。我今天听到最喜欢的一首歌，对，笑死。而且刚才换梦成饶舌的时候，你忘词对不对？对，你刚刚是 freestyle。对，我特别看了一下你的表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加分的。笑死。对，我觉得这组的高度很完整，而且我认为这首歌应该认真出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很厉害。笑死。好青春哦。从你们写的词到一开始，我不知道才17岁，然后我想说，我是已经跟现在年轻人脱节了吗？这个词，因为你说东我不会往西（括号我们去过广西 ，Why？ 为了双鸭，就是对，然后这个是可追求的就是一种双鸭，不是，而且就是一种就是我在跟你讲事情，他一直就是乱扯别的东西，对对对，这样就是我觉得怪到很有吸引力。OK， 怪到很有吸引力，不错。而且你们两个是舞台魅力组的，对，能够写出这样子的歌，其实非常棒。我只有几个建议哈 ，A 段的旋律有点平，副歌的旋律后面的旋律改了，后面副歌旋律改了，但第一次的旋律我觉得比较漂亮，但是应该变成男生唱女生的，女生的唱到在上面的那个和音。会更漂亮。好，对，那反而我觉得后面最后一次的副歌的旋律没有前面原始的那个旋律好，加一点点层次，它气氛就会很好。但整个歌来讲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谢谢老师。
我觉得副歌好强哦，这首副歌很强。副歌好听，副歌好听。哎，那我很好奇，你们写的时候是用什么乐器？还是他？我用四个和弦，然后把就是 E m i C G 出这样。没有问题的，不管几个和弦，只要是一个好听的歌，它都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好，继续加油，谢谢谢老师。